五之三，城市设计炮台发射火箭。那这是我们的加农炮，对不对？我们移到很后面来哦。来，首先一定要在物件工具，然后选到靠近它自动侦测到就选到，按滑鼠右键，接下来再进行编排城市。啊，那开始哦。当看到独轮车来的时候，单轮车来的时候要发射火飞弹。当这个看到谁呢？再来加。单轮车在哪里？哦，我习惯讲独轮车，其实应该是叫单轮车。好，一样的哈。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？好，事件看到喽。当发生什么事件，做什么事情？点这个加度，要发射。再来发射什么东西呢？再加飞弹。那飞弹要指定方向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方向，这里好，我先离开。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北方哦，他告诉你是往北方。那飞弹呢往这里射，所以这里是南边哦，不要搞错哦。所以按右键再来编排城市，飞弹要限制它的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方向这里点选方向要往南啊。如果发射方向不对，再来调整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这边要提醒，所以这边有个指北针，没有？这个方向是往北，所以这个地方方向往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设计单轮车的城市码。来，按空白键又回到最前面来。单轮车的城市码移到这里来，物件工具按滑鼠右键，好，再来点选编排城市，开始喽。啊，这个就比较多一点。来，键盘的往右。往右的时候它可以这个移动，对不对？哦，只往右移动，键盘往右就可以移动哦，就可以做移动，而且呢往什么方向移动，指定方向限制往东，那而且速度很快，那这个只能往右移动哦，就不能退哦。哦，这个地方如果这样设的话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试看看，我们刚学上下左右，这是只有往右移动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。好，再来，当键盘的空白键加其他的空白键做什么？要跳，因为有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有做什么事情呢？做要跳跃，跳在哪里呢？动作的地方在哎，不对 ，ESC 离开啊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来看一些动作，这里设定跳跃在哪里呢？跳跃在哪里呢？我们看看动作的地方，哎，有看到吗？其他。哦，跳在这里，好，跳起来要跳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哦，要跳过水面，对不对？接下来，好，当碰到，哇，这成就有点碰到谁？金币的时候，金币在哪里？这里的没有，就在这其他的，还是没有金币，哦，好几层，对不对？当碰到金币呢，分数在游戏的地方点起来，加。一分，红色的分数的点数的一分，哦，就这样做。那同学一开始点开招一下，再来碰到抠度就输喽。如果碰到那个抠度的时候呢，要小心，不要被抠度碰到。抠度在哪里？抠度的时候，游戏就输了。做什么事情？游戏就结束，就倒棋了。好，这个还没完喽，而且碰到水也输了呢，啊。当在水里的时候呢，在水里呢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来选错了怎么办？方向键往左。当这支笔在这里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删掉。在水中，当在水中的时候呢，来，我们来加看看，在水中的城市上，其他哦，这边有。在水中，当在水中的时候呢也输了，做什么动作呢？度，做游戏的倒棋就输了。好，来，啊，接下来呢碰到金币要吃掉吧？哦，加，如果碰到金币，所以你可以设得很细哦。要做什么事情？碰到谁？金币，其他，哦，好几层哦。要怎样把它吃掉它？哎呀，这顺序看起来怪怪的。
碰到金币加分，所以点在这个六可以脱衣哦。这两个应该摆在一组比较对，我再往前一个。哦，碰到金币吃掉它，而且呢也加分。哦，这样我们再继续走吧。那接下来，当碰到小屋的时候就要赢了。哦，程式真的有点长哈、哦。碰到小屋的时候呢，就游戏赢了，拿冠军奖杯。啊、哦，再来，当生命值，其他地方找找看，在其他的生命值等于零，什么叫零？就是分数就没有了。零点的时候，他也要输喽。哦，等于输了游戏的地方，哦，输了。哇，这城市这次就比较复杂了。不过这个同学看了都懂啊，只不过你想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很多。好，接下来要开始玩游戏哦，按什么呢？按 Escape 键就可以来玩游戏。好，来 Escape 键离开，我们就试看看吧。按这个箭头 Play， 对不对？啊，这次我们独轮车只能这样一直冲咯。好，不要被扣住，还有，来。跳，按空白键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跳，哦，就可以顺利的跳过水。跳，哇，陷在悬崖里面了，过不了关，再一次，对不对？好，冲啊！好，按方向键走，只能往右哦。所以其实有些金币是吃不到的呢。其实你可以调整什么，往前往后。来，我们调一下程式好了。哦，这是可以调整的。Escape 键回来，点这个，按右键的编排程式，不要只有这样啦，不要只有我们上下左右方向键都可以移动，移动。哦，那移动快一点。啊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按 Escape 键执行。所以呢？哎，就可以转弯了，不然有些金币这不根本就吃不到啊。哦，来吃金币不是重点了。哦，吃到看阴影的地方，吃到。哦，跳，哇，掉到碰到水了，输了。来，那我们再玩一次。速度快点！这次呢，我们就不管金币的事情了。跳！哦，又掉水里了，真糟糕。来，再来 play 吧。钟贤老师想玩过关给大家看。跳！哇，又输掉了。跳太快了，好了，那这地方呢，就让同学自己试试看吧。